对于美方的有关措施，中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。针对美方这种霸凌主义的做法，最好的回应就是中国企业继续发展壮大。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，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，为企业营造更加稳定、公平、便利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。